用虎头虎脑来形容这两个小家伙，再合适不过了。别看它们刚出生还没几天，活泼好动的性格就十分明显了。就算还没学会走路，那也得在窝里运动运动，可能感觉到有陌生人靠近，本来已经走得颤颤巍巍的小虎崽也不忘使出吃奶的力气，嗷嗷大叫。 就是你看，难道这是在捍卫领土，向我们示威吗？那它是众多小老虎当中这个毛色最好看的。刚才问了一下饲养员呢，他们的妈妈只有5岁，是比较年轻的，所以并没有带孩子的经验。所以说呢，这两只小老虎现在是由我们的饲养员来精心的照料。你看，这只小老虎跟我很好，又爬到我身上了。我来采访你一下。 现在是4个小时，左右一喂奶，我们的人呢都是24小时的这种倒班的，晚上都值班来那个照顾他，然后6个小时呢还要测一下体温。对，能吃了，他俩就是一个小时。待宰的母虎吗？就是牛肉加上鸡蛋加上能给的一样，我们都给上。